Hi,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school and the school in USA. But I'm going to talk it in Chinese. But first, I'm going to talk one subject in English. So, in China, you have reading, math, so pinyin and English.Science and social studies. And here, USA, we have reading, social studies, PE, music, fitness, library, history. So the rest I'm going to talk it in Chinese.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那个学校都得从前门进，因为这个外头都会有护栏。可是在美国呢，像平常的学校，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围栏，你从外头小区里都会能走进学校。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更好。我还觉得这个美国的学校有的教室可以像坐随便坐哪儿都可以，坐地下、坐球上。美国我现在正在坐地上拿着枕头坐，我刚开始也是拿那个坐那个位置，后来我又换的球还摇摇椅，后头又换的一个枕头椅子正好坐在脚上，然后呢又换了一个大枕头又换回去了。美国没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没有课本，中国有，像那个课本什么语文，我们这儿不学语文或者那种拿课本写的。所以呢我还喜欢这个美国的作业，因为我有时候放写了，所以我就可以补，因为是一个月要交的。中国的呢，你每天都要交。在美国，这个作业一半要在电脑上写，老师会看见你做错了、对了，你做没做？还有一半是手写，在做纸上写。我现在要介绍一下我的美国作业，这是一个我要在电脑上和在手工自己做的，像是讲一个人的，所以我是这样做的，做完了之后会在班里讲。美国学校的成绩他们不会直接告诉你，会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在手机或者电脑上看见你的成绩，还有这个排名也不知道，只有你得问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只能在手机上看见。在美国有的班里会有很多国家的同学，像我们班有 Indian 的，然后也有 Mexico California 的，然后呢我们班很多人都会说自己国家的语言，除了英语他们也会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像我们班有很多会说中文的。美国班里的同学少，还有大多数都是20到22个人。在美国我们班里很多人那个学的难度都不一样，有的学得好就学难词儿，有的不会学就会学简单的。你想知道更多美国小学的事儿，你可以给我在频道底下留言。谢谢看我的频道，还有拜。